快点吃嘛！你看宝宝在看着你的样子了，我抱不住了，就知道在那里吃，在那里吃。这红薯干这么好吃，宝宝哦，你看宝宝老是忘了，你看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每一次我一吃东西你就快点，你也顶不住啊，你抱不了了。他不跟我玩，我一抱他就你看看，好像那手上有刺一样。就证明你。平常是抱的少，你要多抱一点。宝宝不看了，不看了啊！他看了就结束。那本来就是嘛，而且这个红薯干，你昨天都没给我吃。你们知道我很喜欢吃红薯干的，你拿回来有没有放这里？我拿回来，我直播的时候吃了几块，就剩那么一点了。他本来就是嘛，你看鸡血藤，我又不能吃。脆翅好吃，但是我也不能多吃，吃一个我得好久才吃一个。你可以吃啊，怎么不可以吃啊？放在这里你不吃怪谁哦？不可以吃啊，就我不是毛头，是干，要煲汤才能吃。这个很好吃，这个我那天在树上捡的，你看放到这红了，自眼红的啊，这软了，这个100%好吃。我就喜欢你不吃我自己吃吧。我喜欢吃脆翅，我不喜欢吃了。剩你两块红薯干，你还在那里嫌弃？妈妈那么辛苦，给你这之后干嘛都是妈妈做，你爸啥都不做。你老在忘了，你又不肯吃啊。今天早上，他起床的时候，跟他爸两个人在那里玩了一下。然后到我做智慧一般都是下午做的，下午做，搞到现在连饭都没得吃，吃两块红薯干，我老公还在有意见。哇，现在我们宝宝就是这样子啦。因为上次去体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评估的，我上去2810里去。做体检他就说挺好的，一切都可以，但是在这边的话他就又说这样啊，又说那样，说他什么肌张力有点低，就要去做那个按摩嘛，说白了就是按摩，有什么自腹抚触啊这些哦。然后我就没带他去，因为平常都是我自己在给他做的嘛，平常都是我自己给他做，洗完澡就给他做，反正还好像还可以啊，力气还打人的时候还蛮痛的。哭的也是一哭啊，这是人命废的。我感冒了吗？没有，打喷嚏是感冒。然后我就问了上面的医生，上面医生就说要我跟下面的医生说，别跳了，抱不住了。要按什么预产期，就是纠正胎龄的那种预估评估。现在如果是纠正胎龄的话，才2个月多几天。没有两个月。还没有2个月啊。今天还几号？今天8月10号的预产期。8月10号。现在10月啊，还有几天吗？对啊。然后他下面他们就跟你说要跟纠正胎龄这样评估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评估的。不懂，反正。现在天天给宝宝做那个自腹，宝宝一做一次自腹就在那里哭，在那里哭按摩，不过哭一下也好啊，哭一下练习一下那个肺活量啊。他刚开始回来的时候，我给他做自腹，他不是这样子哭的，他现在哭的。原来还小嘛，那小的话，现在大一点了，现在应该懂了，宝宝哦。他今天哭的那个鼻子都冒泡泡了。可以亲一个吗？你亲吗？看着很想亲呀。他这个造型，他还喜欢搞个手搭在这里。你看妈妈干嘛？他应该开始认识人了。他爸抱着他，我吃饭的时候，他两妇女站在那个桌子旁边。给我做了，快点快点。就看着我吃，守着我吃。